晴空万里，海边等你啊！又是一个推车日子，带着工具出发赶海去。Let's go！ 刚下来就发现一只小花盖蟹，你看看，哇塞，哈哈，活力真大呢哈！收了，漂亮。发现一只老虎蟹，你看看，哇塞，这个小眼睛长在背上壳喽，嘿嘿，收了啊。发现一只正在行走中的海蜗牛，你看看这舌头，哈哈哈哈，肥不肥？帅呆了哈，收了。发现一只皮皮虾，你看躺着还挺隐秘呢，哇，出来吧你，跟我回家得找个男朋友去，哇塞。发现一只大文蛤，你看看这种蛤蜊还很少见呢，收了。哇塞，这里发现一条大长腿，你看看，哇，别怕了，给我出来吧你，哇塞哇塞，过瘾，收了。发现一只漂亮的小海龙，你看看，收了啊。喜欢大海的刚帮忙给双击关注，看我晚上的直播。不，兄弟们哈，大海又退潮了，带上我的小夹夹、机场安全带，咱们出发赶海喽！哇塞，你看这海螺壳里像大米一样的东西，这是啥吗？这是八爪鱼的鱼卵呢，这个能给它放回大海，这个不能收。这里藏了一条小龙尾鱼啊，你看，祝朋友们见鱼发财，年年有余，年有个好心情。嘿嘿，条黑头鱼啊。哇，这个天，你看这翅膀都立起来了，呵呵，嘴巴还是真大。漂亮的月亮杯一只，送给点中间的你哦。丑辣椒自己的嘎嘎香呢，一只八爪鱼正在喷墨呢，我的个天哪，大长腿一条，呵呵，哪里走，那你回家洗个热水澡去。这皮皮虾呀，到处喜欢瞎溜达，跟我走，咱们回家找个男朋友去。这是一条松江龙鱼啊，你看还挺漂亮的哦。喜欢大海的点个小红心，看我直播喽。